这就是火的流针，扎起来比较疼，但是呢效果明显。这是中风的病人，所以说贺老呢就是在这个九针里边选出来了三种针，刨针、火针，再加上这个三棱针，所以组成了三通。好了，这个小朋友是这个假性近视，视力原来0.6，去年的时候扎了一段时间，是吧？去年是从十一月份扎两个月，效果挺好，身体也调理。后面是你的自己的单子，肾经的，这是要留针是吗？对，这叫留针，这就是所谓的三通法里边的微通法，以毫针为主。好，这一个就扎完了，来给他。其实我并不太喜欢这样，从小呢觉着就看这个，到后来上学的时候呢，就对数理化呀，对于这个理科啊，都是比较感兴趣。但是呢，文化大革命了。我们属于老三届的，因此呢就再也没有机会去上学，所以呢回过头来讲呢，这个为了糊口，或者说这个更熟悉一些，就是自觉不自觉的就要走到这条路上来。你表现好点，不扎了，我扎啊，不扎了，肚子不扎了，轻轻扎，1、2、3、4，都不要扎，1、2。会动，一、二，会动。你阿姨给你照相了，你看。哎，给你照相，给你照相。阿姨给你照相了。哎呦，勇敢啊！表现勇敢。一照哭就不好了。哎，哭了形象不好。1、2、3、4，勇敢啊！好样的。我们做这个中医了，现在做针灸了。先不要谈这个本身是作为贺老的嫡传子女。你不能搞得太差，你不能给贺老丢人，咱们先不谈这个，就是作为一个职业医师，你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，你干的是这个工作岗位的话说，那么呢就说我们这一代人就有一个特点，我不做我是不做，做我必须要给他做好，我不管他愿意喜欢不喜欢。当然你特别是你在这个做医的这个行业，面对的是患者，或者说的严重一点是人命关天的事情，你既然你做了这个行业，你就有责任了，有了责任你就要有动力，你就得干一点事儿。老外了，这俩行吗？好的，这可能的，这两天让不让？您这是哪不舒服？啊，我肩膀疼。你妈也肩膀。肩膀是风，吹风了，是睡不好觉，现在不是睡不好，是睡不了，睡不了觉，几天？三天。平常血压高吗？微高，我觉得有点血压慢。90/140吧，有点刚好瘦，就是高线上。喝酒多不多？应该算多。那应该怎么想办法吧？就把酒精含量高了，少喝点。啊，对，就是少喝点吧，先暂时减半。一天两顿变成一顿，一天喝二两变成一两，只能那样。您骨头舌头也是有齿痕。这样，待会儿呢扎针的时候呢，不是扎肩膀吗？不是肩膀疼吗？肚子来几个快针，然后侧面扎肩膀，这扎针。好吧，好。等一号，一号。等几针呢？稍等。哎，好。等会儿。但主要是现在碰到过就是当面反对中医的人吗？有啊，非常印象深。我到一个朋友家，韩国的朋友，给他出诊，他是什么呢？大便不通。然后呢扎针过程当中感觉他有点不对劲儿，刚一开始还不知道什么问题，到后来呢感觉到心脏不行，再到后来他就昏迷了。然后呢一个是叫120，一个呢我们就赶紧的采取针灸的治疗，就抢救措施，又给他
喷了一点，就是痕了一下那个速效酒心。等到他这个120的急救人员来了的时候，患者已经苏醒了。苏醒完了以后呢，那肯定就是说，也得检查检查，就做了一个心电图，然后我们把当时的情况跟他们讲了讲。结果他们那个西120的急救大夫就非常气愤，这样的心电图哪有毛病？你们这不是等于是谎报军情似的，就是你这病人这么严重，当时昏迷，这不可能的事情。好了，我们讲刚才确确实实这样的，是给他扎了两针，怎么着，说了一下过程，人家不屑一顾，是什么呢？我不懂针灸，我也不好在你的面前去评论针灸的是与非。但是从心电图上看，那是不可能的，扭头人走了，很尴尬。你们公司都然后后来就说好，然后你测试。阿姨在哪里？这弄得够那什么的了。哎呦，我三宿没睡觉了。这你们都觉得疼吗？嗯，现在感觉严重就是这个位置。不能再拔了，这个拔了不好。好了，不扎了，考一考这儿吧，再小丽。哎，行，忍一忍吧。行，嗯。多长时间了？20多分钟吧。拜拜。拜拜。不吃饭，不吃饭。大嘴大娘。拜拜，怎么说的？可以吗？大嘴大娘。那现在其实针灸上从科学依据上来说其实越来越多了，是吗？支持疗效的越来越多，但是从传统理论方面的突破很难很难。那你觉得为什么呢？是因为它的最最关键的是支持针灸的理论基础之一就是经络理论，因为经络学说到现在为止没有突破。经络，哎，人体的经络到底怎么回事？它的本质是什么？嗯，究竟工作这个机制，我们只是从文化哲学那个角度上以阴阳的形式去分析它。它现在总是有些人，特别是现代医学，试图把它拆零，给它分析到里边究竟是个什么物质。嗯，就是总想你想知道它是什么东西，其实它是一种生命现象。嗯。就是这种经络现象是客观存在的，究竟它的本质是什么？反正到现在为止，按照现在的科技水平，还达不到解释生命的本质的这个层次。也有的有识之士就说了，你不要盼着把这个问题解释清楚了。人如果要真正的达到了这个水平的时候，那么中医也就不存在了。对。拜拜，对，说个拜拜。快说，记得拜，你说拜拜。就看来，就是迈开这第一步是最最关键。对，拜拜，拜拜，走了。觉得中医针灸是一种什么样的疗法？中医就是大夫要先了解你身体里是哪一个点，它就是有些问题，然后他会专门去治这个点的病。它的疗效感觉需要很久。印象最深就是我妈其实想让我学中医，但是后来就听西医他们说嘛，说中医其实有很多东西是有毒的对身体，所以现在也是一个怀疑的态度。我觉得中医是一种靠经验的疗法，没有那个比较正确的理论去指导它。让我先想一下。我从小是吃中药长大的，因为我对西药的感冒药会过敏，会让我起疹子。
然后我认为中医的话就是进行一些身体的修复，虽然它药效比较慢，但是我个人是相信那个中药中医是非常有效果的。和西医不一样嘛，西医是是治标不治，就比较注重内里的那种，是一个传统的治疗方法，是中国的一种传统文化，觉得应该应该传承下去。我觉得他们本身也没有什么系统的介绍，所以谈不上科学不科学，是一个你吃了不一定会好，但是你吃了也不会死的东西。我虽然就是没针灸过吧，有一其他的针灸我看见过也听说过，反正针灸是有疗效的，一般的这都针灸反正是都说挺好。你有听说过反对？听反对呀、啊、那我还没听说，有的就是割骨节了什么的，割放哪嘎的这个骨头盖啥的，一般的疼啊我看他们都去针灸去，我要么这疗效挺好，要不他们哪能针灸。